来，大家好，今天跟各位介绍一分钟命理珠上白水、哦、这一招呢是其实是对八字需要水的人、哦、比较 有效，因为其实基本上啊、那个方就是说啊，在室内空间本身就忌白水，但是呢你八字要水的人可以在你的办公桌上啊，你拿一个茶杯里面装个水，那这样子呢让这个水呢慢慢去蒸发，在无形中呢这个空气呢它是会比较湿的，那这一杯水要不要喝其实是其次、哦、所以说呢你八字要水的人，你可以用桌上摆水的这一种方式呢去让你的一个运势呢能够逐步的哈，就说比较好一点啦哈，不无小补、哦、那今天呢就跟各位呢分享到这边，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拜拜。